地仙大师晚年的时候生一场病，他的背后长一个很大的脓疮。那个医生给他开刀啊，用刀子去割这个，把这个疮割掉。地仙大师痛得哇哇叫，叫得很大声。这个侍者就跟大师说：“是大师啊，你平常都讲啊，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啊，你这个时候要观想空性啊，观想你的真如本性是没有所谓的痛啊。”地仙大师也不简单，他说：“我是啊，痛归痛，叫归叫，我的自信还是不动。哎，这不简单啊，我痛当然会叫嘛，那是因缘法。但是我在叫的时候，我还是回观我的真，我有一个不叫的，有一个不痛的。阿难尊者说，你的手有开合嘛？我也看到你开合嘛，但是我的背后有一个没有开合的。啊，这个就是这个人有点误触了。”